片子搁机了。可捷爆出孤影请演员，虎牙北木被点名，单局价格离谱。因为王者荣耀的热门，所以有很多主播都在直播这款游戏。但在前段时间，虎牙王者荣耀模块的一名顶尖人气主播可捷，却因为意外受到了平台的处罚。在这段时间中，可捷的粉丝们一直都在期待可捷的回归，希望能够继续从可捷的直播中学习技术和意识。在两人的对话中提到了两个大家所熟知的名字，那就是孤影和北木。说到孤影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，凭借着自己的技术和每周六的 solo 赛，孤影让大量的玩家记住了他的名字。然而在说完孤影后，这个演员又问可捷，你觉得北木请过吗？不过这条视频是可捷亲自上传的，但上传后不久可捷又马上删除了，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路人是不是故意来抹黑孤影和北木的。个人认为，作为技术主播，孤影和北木请演员的概率还是很小的，而且孤影还经常会举报这样的玩家，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孤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主播。